收睇多倫多網上電視，我係文世昌。我今日嘉賓咧係呂偉松老師。係，你老師你好。你好。我知道呂老師咧，就除咗係書之外咧，佢嗰啲畫都好精彩嘅。咁今日我有機會咧，同佢傾下個學畫嘅經過，同埋佢係咪同一時間亦都係學書法先啦？咁兩樣嘢本身有冇關係咧？咁我想從呢個咧話題開始。老師。我知道你很早的時候你已經是家學淵源啦，好細個已經有些所謂叫家庭的分途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在香港即係開始學畫經過咧？我初初咧就係讀中學的時期，只是星期六有一個興趣班咁學起嘅啫。咁啊當時嘅啟蒙老師咧就係林建同老師，佢只係俾我哋一個半個鐘頭寫一塊葉，寫一朵花，係咁簡單。因為咧嗰個學習嘅時間係太短，咁啊滿足唔到我嘅興趣。咁但係後尾咧，我好好彩咧，就係喺聖母士中學咧就遇到一位老師叫葉志豪。葉志豪咧佢就由我少少嘅啟蒙就帶咗我入去寫中國畫嘅山水啊，同埋其他嘅人物啊咁樣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同埋一齊喺聖師中學一位老師咧，就叫做曾希榮老師。曾希榮老師。曾希榮老師咧，佢就教詩詞文學啊，中文文學係極之好。當時稱佢話新南言五子之一。佢詩詞學好，咁佢個鼓勵咧喺後邊鼓勵，同時每次咧俾佢嘅書法俾我睇，咁我睇佢嘅書法吸收咗好多。你嘅書法你係可以講係由傳統裏邊亦都可以走出嚟，即係能夠吸收到啲即係傳統裏邊有啲冇嘅嘢，你都可以
加到啲自己嘅所謂現代啲嘅觀點啊，或者嘅技巧入去。啊，係冇錯，因為傳統嘅咧好多咧只係話寫字，以前咧就係一件工具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寫一篇文章咧就係、是、俾人哋清清楚楚睇到個字係用乜嘢意思。但係作為藝術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書法裏邊同畫咧係會有互相連貫嘅。畫我哋有輕重，原來字一樣要有輕重嘅。比如咧，我悟到一個心得咧，就係成日同學生講，一個字裏邊點樣比較個輕重咧？一磅棉花就一磅鐵，一磅鐵梗係細啦，但佢個重量係重，一磅棉花輕鬆。咁所以我叫佢哋寫字嘅時候咧，疏鬆筆畫多嘅字，我寫又細啲，又啲嘅時候啦，好似一嚿棉花鬆起。好啦，筆畫少嘅時期，我寫到重啲，好似嚿鐵咁樣。但係兩組字加埋落去咧，完全唔覺得係唔好睇嘅，反而覺得佢有變化。咁就喺個輕重對比之間，產生咗一種咁嘅節奏感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覺得自己嘅畫畫以外學書法嗰、那個對你個畫有影響？有嘅，有嘅。就譬如我開學書法咧，就以隸書為入手。咁隸書入手咧，隸書因為有跌宕嘅不足，有輕重嘅不足。咁但係除咗隸書之外咧，算書佢嘅線條好流暢，所以咧一寫咗字。寫畫的時候，嗰啲線條會定啲，同埋圓潤啲。咁但係算書係補我哋嘅筋骨，行草咧就提我哋嘅氣啦。因為行草要呼應上文下理，要呼應。同時咧，我哋通常好多人咧就初初寫字咧，淨係睇住嗰一行寫，第二行唔理嘅。但我要教學生咧，寫第一行嘅時候，我哋第二行要睇翻第一行。隔離嘅字同隔離之間嘅呼應，點佢呼應法呢？就唔想話一個一個散嘅。隔離嗰個字重嘅，我呢個輕佢就翻佢，於是乎覺得個行咧唔會好密，又唔會好疏。咁所以咧就要一睇要整篇嚟去睇，就唔係話一個字一個字散。咁呢個咧就係喺圖畫畫畫裏邊係幫到寫字嘅結構。在你的個人的經驗來說，你自己覺得畫重要還是書重要對你來說，還是兩樣都同樣重要？同樣重要的，不過呢就是畫呢初初學生很吸引，因為譬如好像你說有些花有些色，他們很喜歡，很容易滿足感。但是我一發覺到他有天分時期，我就會鼓勵他去學書法了。我話你要補你筋骨咧，就要喺書法處入手啦。咁好多同學咧，佢學完書法、學完畫、學書法，咁然後咧就得益重大咁樣。可唔可以同你講下書法同埋畫喺中國嘅傳統裏邊，佢哋係咪書畫同源嘅？係，書畫完全係同源嘅。中國自古以嚟咧，就係用文字就代表圖畫，因為最早咧係圖畫文字。咁根本後尾咧。中國的文字咧就變成抽象畫，咁抽象的線條係幫到後期啦。咁喺呢個漢朝的朝代咧，係變化最大咧。魏晉嘅時候咧，就所有的字啊就變成一種瘋狂啦。啲人咧就瘋狂喺字，好似畫咧就到宋朝好遲先至俾人嚟瘋狂，但早期個個以文字。個變化係好大，因為文字咧係抽象，好多人唔理解到咧，只係話寫到個字出嚟，但字啊個變化係好大嘅，輕啲、重啲、飛過啲、收縮啲，完全係睇個人嘅意思去表達。我想同你聽下關於你同學生嘅關係，你嘅而家學生裏邊跟你畫畫嘅多定跟你學寫字嘅多？書法係比較多個，書法更多啲啊？嚇，點解咧？因為書法咧，有好多人咧就話：我開咗個筆就寫啦，我幾時寫兩筆都得。但係畫畫要完成張畫冇時間咧，我就唔可以擠咁多時間落去畫畫啦。其實咧，當佢一寫咗字，寫字嘅時間仲多過畫畫，因為佢話我擠唔低。
反而浪費時間。你的學生裏面有幾多係因為跟住你學寫字，然後跟住你跟住就學畫噶啦？跟住大概有60人上下到啦。我有六班，三班書法，三班係畫班嘅，每班大概20人，咁差唔多係60個書法班。你點樣可以知道啲學生有天分？我初初天分咧，其實係唔需要嘅，唔需要。因為咧，你要令到一定要令到學生有一個信心，嗯、有一個自信。點樣令到佢自信咧？由一個一字開始，由一個字開始就係話，我教佢點樣寫好一個一字。但嗰個一字咧，係點樣先令到佢好咧？就係執筆個方法。我有啲朋友話叫我介紹佢去學書法咁樣，咁我需唔需要話俾你聽？你如果你冇天分，你就唔好學啦。唔係嘅，冇嘅，個個學生都冇天分。其實呢個學書法一種書一陶冶性情嘅啫，個個都唔需要話，我哋又唔需要去考試，又唔需要話去參加比賽，需要只要你自己本身有興趣就得㗎啦。係，就有好多學生咧係法律界人士，佢睇到我好攰，佢嚟我度咧，我教佢寫字。等佢減壓都好過呢、這個，係好好嘅辦法。其實書法嚟講，我聽啲人講啦，喺對心理嚟講咧，係有個正面作用喎。有，咁所以我就係話行草就練個氣，到最後寫楷書啦，就練佢個忍耐同埋個修養啦。咁喺嗰度咧，佢要靜止曬，集中精神寫嘢咧，佢就忘記咗自己嗰種疲勞啊，同埋緊張。同時咧，我成日鼓勵佢揸筆。好多人以前教人揸筆錯誤嘅咧，就係揸支筆揸得太實。我就要隻手要鬆，越鬆咧要全身放鬆，全身放鬆就等嗰支毛筆寫字嘅時候啦，個信息傳遞喺我哋個腦係快過你揸緊支筆，因為一揸緊支筆緊張時期血脈流通唔好，咁我要寫到個個咧好 relax 好鬆啲。變咗好似學氣功一樣啦，成日都放鬆放鬆，咁佢自我提出放鬆，啲字就流暢。其實即係老師你講，即係話有啲人咧，佢生活好繁忙，工作壓力好大，甚至佢做嘅工位好重要。其實書法嚟講對佢係好有，即係喺個身心方面啊，同埋嗰個我哋嘅佢嘅一般嘅日常生活裏邊咧，都可以有幫助，好大幫助。有好多學生好有壓力嘅，佢做家庭主婦好緊張嘅，咁佢送咗啲仔女翻學校去寫字，佢話我寫得住，全身鬆弛曬，呢個係的而且確。睇完我都要跟你學下書法先得，即係我都係好細個陣時好中意寫字，亦都攞過學校嗰啲比賽嗰啲冠軍，但係抌低咗成20-30年咧，都冇再執筆。咁而家因為我啲壓力都幾大，咁我都要同你我相信係幫到你嘅。
啊，呢度呢幅畫同埋書咧，我哋就今日就睇到好多啦。咁可唔可以其中揀一兩張你自己中意嘅書法同我哋傾下咧？或者你啲學生嘅書法同我哋傾下？嗱，呢幅咧就係你嘅字啊。咁我睇到啲字裏邊咧有啲嗱，呢個字同呢個字之間係隔開嘅，有啲字就好密嘅。咁其實呢啲字嘅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個行啊。同埋佢字同字之間，其實有冇啲巧妙嘅嘢嘅咧？係有嘅，因為寫字咧係要有節奏感。節奏感咧，即係話唔可以話個個字一樣大細一樣輕。咁就字同埋音樂啊，都係一樣有節奏嘅。譬如呢個字，我哋叫做所謂龍頭鳳尾一重，然後拉落去咧，重咗之後啦，喺中間有一個空間。咁跟住咧，重又輕啦。咁就輕輕重重重輕，有嗰種節奏嘅感覺，咁令到嗰張字咧就會生動啊！我哋除咗睇第一行之外咧，我哋就會隔離個行都會配佢啦，兩個襯一個，一個大嘅襯兩個，咁即係話大襯細，細襯大，咁咁樣襯法咧，我嗰張字咧就比較有同一啲普通寫唔同啊。咁嗰啲字嘅力嘅點樣？係有啲字係用特別著力，有啲字比較輕。咁啊，輕同重係點樣分啊？輕同重咧，就係用通常咧，我哋就除咗筆畫少嘅，我哋用重啲；筆畫多嘅，我哋寫輕啲之外，咁仲有啦，就睇嗰個文字裏邊嘅意思啦。譬如舉個例，神好似覺得好大嘅，所以我哋有時寫大啲，寫長啲。狂好狂嘅，寫重啲。咁你要同嗰個文字嘅內容有啲咁多配合，咁所以更加令到人哋咧睇嗰個人咧嗰、那個反應咧係會容易接受啲。因為書法始終都係藝術啊，係始終都係藝術啊，因為佢個線條嘅變化係變化無窮嘅，你可以寫直啲，可以寫歪啲，可以寫輕啲，可以寫重啲，係隨個人嘅心意。同時配合埋文字嘅內容。咁你每一寫一張同埋一首詩咧，你會每次都唔同嘅寫出嚟。係每次都唔同嘅，因為個時間性係心境都不心境完全唔同，係唔可以話張張一樣嘅，因為咁先正叫做藝術。如果張張一樣嘅，唔係藝術。你有冇感覺到你而家年紀同以前年輕嘅時候嘅最大分別喺邊度？最大嘅分別就係修養啦。修養年輕嘅時候咧，就中意用硬毛嘅筆寫啲字，好硬。但年紀大咗嘅時候咧，你知道應該又軟又硬，又輕又重。咁所以個變化係同跟住個年齡，跟住你嘅修養係改變嘅。呢度有山圖兩個字啊，亦叫任風堂。我可唔可以同佢講下你點解會揀呢啲做你嘅，即係譬如書齋啊，或者你個畫室啊咁？山圖咧係我一位老師咧同我改嘅，佢就話以前竹林山二七二有一個山圖。咁佢話山圖最啱配我魏松個名，咁我就預咗山圖個名做。咁佢老人家過咗身啦，我就一路沿用佢個餅嚟紀念佢啦。咁任風堂咧？任風堂就因為同山圖又係有關係嘅，即係啲山風起啊，所以有一張字啊，文偉德嘅不需山風起，重多自有聲，其實就同呢個任風堂。你講起你個學生咧，我呢度有幅咧就係清風徐來咧，呢個係阿文偉德嘅。咁佢跟你學咗幾耐？佢一年多啲啦。一年多啲咁好嘅，點解會？第一佢自己有啲天分啦。第二咧就係每一次咧，我教學生咧，都係每個學生都拎俾大家一齊睇，就係大家咧分享佢嘅錯處。咁然後我點到佢邊度嘅錯，邊度嘅啱，咁就大家一齊睇，一齊欣賞。老師可唔可以講下呢四個字好喺邊度？嗱，呢四個字咧，第一咧，佢好瀟灑一個風字，寫到好似有風吹嘅味道。咁第二咧，佢嗰啲筆墨咧好硬朗，咁就疏密得宜，配埋佢個提款，咁就一邊重一邊輕，輕重配搭，再有埋啲畫喺後邊做景，就同呢個文字嘅意思咧係混合到不得了。其實寫畫同埋寫字都一樣，唔係一定要時間長。唔係，即係如果一個人有天分嘅，可以一兩年都可以有成績。可以，有啲同學一年半載已經係表達得好好嘅。我就希望係可以咁啦。呢個文偉德一幅字啦，
咁呢度其實都仲有一兩幅嘅，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？譬如呢幅係你覺得佢個字同頭先嗰張係好唔同，唔同咗喺邊度，同埋你嘅好處喺邊度咧？呢張字咧就係佢初學嘅時期，我要去用呢一個體裁去寫嘅。呢種字咧就係練佢嘅疏密均勻啊，同埋個個對稱啊。咁佢初初做到，然後我哋先令開始鼓勵佢去寫行草。咁佢呢個嘅隸書咧有粗幼嘅味道，就唔係話淨係見骨又唔見肉啊咁樣咯。咁所以佢骨肉均勻，對稱平衡，落筆好大膽。隸書同行草有咩最大分別咧？即係喺藝術方面。隸書佢都有對輕重嘅對比嘅，但係唔同嘅地方咧，佢就一個字一個字散。咁佢咧就唔同話行書就要一連一串連落，同埋一氣呵成。個氣呵成嚇。嗱呢一張咧同嗰張咧係有多少唔同啦？就因為呢張咧佢有佢自己嘅味道擺落去啦。嗱嗰張係初學嘅寫法咧，好絕，但係絕嘅唔係代表唔好，絕咧係襟睇添嘅。咁呢一張咧，佢加上有自己嘅意見，因為寫到祠堂。咁所以寫出嚟咧，嗰啲味道咧，又有一種自然嘅味道。佢嘅呢兩幅嗰、那個相距嘅時間幾耐？呢張可能係早啲唔多，呢、這個係後期，大概係相差幾個月啦、你覺得已經有睇到進步啊？睇到佢進步，即係佢自己要好勤力先得喎。係啊，佢好勤力，佢每次寫好多，教好多功課嚟。佢亦都好有成績喎，而家可以攞到一啲全國加拿大嘅比賽嘅冠軍啊！係啊係啊，佢最近攞到冠軍。第二個咧，這個美嬌，咁佢咧就都學咗一段時間學寫字，咁但係咧佢初咧就靈活就夠啦，但係整篇嘅結構就唔夠。咁經過我改造咗佢咧。佢嘅疏密啊、聚散啊，就開始好咗啦。初初咧，佢一個字一個字散嘅，咁但係而家有連、有離、有聚、有散、有輕重，咁所以咧成張睇起上嚟咧係活，而唔似係一個女性寫嘅字。嗱，佢嗰個神字同老師嘅神字有啲相似，你係咪有啲地方都希望佢能夠去學習咗，然後先至自己？再去更加進一步發揮，就我每一次上堂咧，我都做一個示範俾佢睇嘅。咁做個示範咧，佢哋就自己去觸摸啦。咁有陣時咧，佢寫嘅字唔係一定同我一樣。譬如好似個天外劍，個劍字佢寫到好似把劍咁樣，這個咧佢嘅心得啦，佢吸收咗個意思同埋個文字同埋個意思咧係配合啦。譬如呢個墨字係嘛？係，佢寫到好似有啲似畫咁樣。係啊，你都鼓勵啲人寫。係，我好鼓勵啲人係自由發揮嚇。就首先咧，我構思呢張畫嘅時候咧，我就係一個夢境咁樣去寫出嚟嘅，所以張畫嘅畫題叫做《山河夢》。咁呢首詩咧，我作一首詩就配合呢張畫嘅。我遠借亭台橋畔柳，層亂耸翠霧迷蒙。遠異野徑而無路，曲折溪流萬壑通。故國神遊畫圖裏，天涯鄉里夢雲中。黃山五岳情猶厚，湖海長城他日逢。咁呢個一直係好渴望翻去睇遍中國景，可以配合翻我嘅畫咧咁樣。咁呢張畫咧就一路跟住條路。寫畫咧，山水咧，最緊要咧就係有路有去處，水有源頭。咁呢個路嘅去出處咧，我哋可以摸索到好無窮盡嘅遠。咁一路過，一路跟住橋，一路總走。咁呢個山咧，一路冇止境嘅，突然之間斷咗而無路。其實唔係噶，駁翻嘅。你點知道後邊轉咩山坡啦？咁佢一路去。去到咧又冇啦，又見翻啦，又見翻啦，又冇啦。咁遠遠而一路嚟到呢個水嘅源頭，咁所以一張山水畫咧係最詐忌係個個山一樣，同時咧最詐忌咧就係零碎，一
一個山頭一個山頭。但而家你睇呢張畫嘅山咧，係連綿嘅，有一種真實嘅山嘅感覺。呢個可唔可以都可以係現代人嘅感覺？即係多咗一種而家你頭先同我講咧，好似等於一啲連貫嘅一個鏡頭跟住咁樣。係冇錯，完全係因為中國畫咧，我哋係叫做動透視。西畫咧係定透視，西畫就係一張張相咁影出嚟嘅，但中國畫咧係走嘅。咁呢個唔係我始創，係我哋以前咧喺宋朝已經有噶啦。清明上河圖就係一個例啦，由城外一路入到城內，城外出翻城。咁佢哋咧直情係一個 video 咁樣一路咁跟住走嘅。黃惠昌老師就係俾我一個打一個根基，所以個根基打得好好。咁就係我哋開始咧就係由隸書入手，咁後尾咧就佢任我發揮啦，啊咁發揮嘅咧我就覺得隸書我成功喺隸書開始，於是我教學生又走翻呢條路線啦，就鼓勵佢哋喺隸書打基礎。咁啊，林建同老師咧？林建同老師就教我嗰啲線條寫嘅樹啊、石啊咁樣。咁但係因為好短時間，咁我係滿足唔到我。咁最大得益咧，都係曾經帶我通山行好做死。咁我跟隨佢只係跟得一年到，咁就冇機會再跟佢啦。啊！但佢最好嘅咧就係帶我行山，遊山玩水。每次行山指到啲特別嘅嘢，佢唔出聲就翻到去攞佢張畫俾我睇下。啊！帶咗行山見嘅嘢同我張畫。佢呢一張咧寫到有一個春霧迷蒙嘅感覺，咁個春花又唔係好真係啱啱點到即止，咁嗰幾點喺個畫裏邊咧係突咗出嚟，後邊以溪水去配搭，再遠景咧係望之不盡嘅遠景，咁我覺得呢張咧寫得係好好。佢呢幅畫完全係佢自己構思啊，定係你有個喺側邊指導啊？我俾啲意思佢，咁全張畫咧係佢自己構思，咁就本來我初時提議佢係寫秋景嘅，佢覺得呢個境界寫景仲靚，咁呢個係佢自己。佢係一次寫成呢幅畫咧，定係佢呢個我就唔清楚啦，因為佢喺屋企做咗俾我睇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就係呢張寫得好好。咁啊，呢個同學咧，佢寫字先嘅。咁寫出字咧，我覺得佢好有天分。我話但係咧，你啲字裏邊寫啲畫咧，幫一幫補佢。咁佢於是就自己鼓勵自己就想學畫畫。咁佢好短嘅時間寫到咧，佢學到曬我嗰啲雲煙啊，同埋啲水。咁呢張畫咧，我覺得嗰、那個境界啊，好有嗰個詩意嘅境界。可唔可以講下呢幅畫？佢係冇顏色嘅喎，完全係水嗰啲水墨嘅喎。咁你嘅學生裏邊係咪多樣嘅唔同嘅寫法都有？係，有啲學生我覺得我話墨色已經好足夠啦，根本就唔需要用彩色去，加咗彩色可能仲破壞咗個美感添。因為有時喺啲霧景裏邊咧，根本我哋見唔到咩顏色嘅。咁我覺得有黑白已經係足夠啦。咁如果再加顏色咧，就反而足咗啦。啊，咁足夠嘅咧，唔需要再加。老師啊，好多謝你。我想你今日咧同我哋講下你今次嘅畫展，你自己對啲學生嘅心得，可唔可以同啲大家鼓勵一下？未曾跟你學畫嘅人咧，都有啲門路咧。今次的展覽咧，純粹都是表達學生日常的成績。咁我咧覺得佢哋咧嗰種努力咧係得到今日的成果。大家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咧，係可以不妨參加我哋的畫班嘅。咁因為咧，我哋唔係計你係有冇天分，其實天分係冇嘅。好似我以前畫畫都冇天分嘅。但係當你一個興趣嚟，興趣就係天分。咁點樣令到你有興趣呢？就係當你有咗信心，第一筆有咗信心，你就自然有個興趣啦。咁喺咁多嘅畫裏邊咧，佢哋咧都係以山水入手，
就係點解咧？因為山石係冇一定嘅形象嘅，冇一定嘅形象咧，就係容易觸摸啦，就唔會話我畫多花唔似花，畫多葉唔似，但係石可以令到佢固定咗佢信心，將石放大變石山。咁於是乎佢覺得啊，我畫幾筆似一張畫啦，個信心一大咗咧，咁佢興趣就嚟，個天分就出啦。我都冇乜天分，但我都好想跟你學畫。好，謝謝你啊。好，多謝你。